Onivia League of Legends Highlights。但他做到小抛的时候，他其实会被对方给推走。是本赛季 Decade 的第一场青钢人啊，可以来看。Team WE，两边阵容都已经构建完成了。哎，在阵容的选取上啊 ，UP 跟这个赛前的采访不一样啊，打了一个上半区为主的阵容，而 WE。我记得在 10.4 版本里面被削了，对，因为他 W 的 AP 加成被削过，但同样成型会慢。但最起码动手了，知道你没进化的，先叫了一个 E， 直接抱上去，然后再接一个剑月，在两边在第一时间交换了一颗人头。嗯，但这种交换对于小龙人来说也能接受。下一个开始祈祷下一条龙是什么了。点大状态。这波 FOFO 也是靠上在站，所以确实也没有什么 gank 的角度。但问题就是 UP 选择到这个中野，真的要抓小炮的话也挺难抓的，嗯、因为他的控制低，带进塔了，哎呦，直接再大招扛了一下塔两下 ，DK 这波血量很危急啊！走了已经这个位置 ，Viver 的回身再 Q 三翘，而且拉开了这个战术横扫的回血 ，Viver 这波单杀很细节，让 DK 生生扛了三下塔完成的单杀。但 UP 这种。哇，最后 counter 位给了 Decker， 但是上路却被单杀的情况很难受啊，而且下路感觉也要出事。第一时间点火给到矮王帝身上，想要去硬换，刀哥先拿到对方一颗头之后，下一个人小恒接着扛塔，不过旁边的 Stay 也是先把刀哥给击杀掉了。嗯，这波矮王帝又是在越塔的时候出现 AOE 来配合，但这场看起来，凯尔玛是不需要有人帮他开他才能 poke 到的。凯尔玛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有 TP 蛮危险的。有闪，在第一时间晕住了俊伟，俊伟直接给了一个大招，配合到旁边的 Gogo 出手 TP， 而且叫了一个大招，逼掉了矮王帝的闪现。但这波的技能也交的比较多了。横把大树的大招开起来，和威鲁斯在侧翼无限的输出，小炮被骑到了，但小炮状态很好，先瞄准 Hiker 直接闪现 W 跟上了闪现 ，Hiker 这个位置是插翅难逃，横平 A 收下人头。这几个兄弟没有伤害啊，把所有技能都打在对方人员身上，而且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，多过选择是卡住这最后一分钟镀层的时间，然后尽量少吃开大清兵，一波就把兵洗掉的差不多啊。由大树顶上来以后，第一时间扛塔的人还是矮王帝，矮王帝又被闪现普攻定住了，这个越塔呀，矮王帝总是跟对面在打一换一的交换，但俊伟的反应都。说横没扛上塔，动手小炮直接起脸闪的，应该是要走了，两下平 A 带走人头，夫妇的第一个人头落袋，在上半区啊，峡谷先锋刷新的时候是抓到了在野区布控视野的辅助，那将下路的塔也成功拔掉，是的，可以看到这边给到 WE 拿到了七层的镀层，嗯，经济上领先也非常多了。定住打一套 ，Decade 很危险，身上是没闪的，一直被冰杖减速啊，被缓速，好像被普攻给 A 死了吗？决定上来踢一下自己的被动，再接大招，反倒是把矮王帝给输掉了。点燃挂上奎桑提进场，想强换 W 冲过去以后是披露先锋拿下人头，再往回一拉。线上除了辅助以外就是红绿灯了。青钢影先靠已经被眼发现啊 ，Viver 的手捏 TP。中路的线是由 UP 站住啊，但是河道区的视野，矮王帝已经是开始扑空。但矮王帝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直接被俊伟给勾到，在第一时间好像被秒了。哇，最后人头是给到黑客旁边的大树，也是缴出了自己自然之握，想要去抓掉黑客。威威这时候也赶到正面战场，但是已经留不住对方众人了。龙虽然拿到啊，但是 W 这波面对四打五的团战，选择先击毁对方的俊伟，俊伟是顶上来以后把团开了起来，但是自身应该是也走不到。青钢影从后方进场，被横找到 ，Stay 一个人是卡住了三个人的位置，让 Decade 变成了孤岛。小炮跳起来以后，人头的归属留给了小炮。虽然 Avandi 再次被对方找到了机会啊，但是这波看起来还是以装备上的差距和阵容上的优势。W 是拿到了不错的人数交换，就你这一波就算开到了人，你也没有足够的伤害。嗯。哎，还顶起来一个，顶起来了，直接被 Stay 给击杀掉。来自 UP 的馈赠。是的，旁边月开这波打了一个 RQ， 但是 Fogo 这波看到你没有 RQ 之后，直接上前跳在月开脸上，逼掉月开的闪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中路内塔也要告破了。17分钟啊 ，W 一套非常易做内塔。
点的好快，而且没人可以开到 FOFO 啊。嗯，19分钟啊，拔了五座塔的 W， 不到20分钟 ，UP 仅剩的一座外塔在下路，兵线推进，看一下兄弟们能不能赶紧过来防守一下。小炮不在，一勾勾到了小兵上，大叔的侧向大招要秒了，泰坦直接被对方给秒掉。那这样只能被迫的 Hacker 交出惩戒以后，赶紧把兵线清掉啊，这个算。侧面时不时的就有技能飞出来，你走不过来啊，有大树，但是土龙魂不能放，有一个选择是往上硬顶来了。先看一下龙的血量还挺健康的，要交 TP， 那这样的话被开正面怎么办？一个 Q 技能成功敲到对方三个人，利用大招先把一个人给带回来，越开已经先倒在风风的手中，旁边再跳一下上去击杀黑客，黑客身上还有闪现的交闪，有机会走吗？旁边俊伟勾了一下，但效果很一般。而在侧面 ，WeWord 跟 Decade 选择单挑 ，W 过来以后是一个 Q 全胜姿态拿下人头，零换二拿下这条土龙魂是收入囊中 ，W 这套公式化的推进，但是没有人能顶，因为 Dogo 还在家里，等顶过去的时候要看一下大龙的血量了，再次看到了恒开完大以后再下去3000多的血量，拿得非常稳妥。而正面 Ivandi 再次被留下，但是现在手握着金身的 Ivandi 是完全没在怕的。TP 下来之后的月开走得掉吗？兄弟们好像想把他卖掉，旁边 Decade 过来看一下，战术横扫也是没有办法扫到对方，直接顶上来接一个 Q， 但是自己被链住了。维沃第一时间往后拉掉，没有被对方控制给控制住。旁边小恒直接闪现过来接一个 Q 技能，想要去击杀掉月开，人头再度给到维沃身上。维沃还有一个 WQ 技能，旁边黑客这时候进场，但回头一看，兄弟们都已经往后跑了。腐败锁链的命中，让 UP 的阵型打散的情况下，这波 W 甚至有机会一波。靠着小炮的推进，点塔的速度非常快。对 UP 来讲，只剩下上辅 AD 三人的情况下，第一个水晶已经告破了。上路一破以后，门牙直接面临到威胁。Decade 想尽量的把兵清一清，点塔的速度太快了，点掉一个以后，兵线还保留在三个的情况下，好痛啊！俊伟走着走着人就没了，现在要等下一波的兵线复活的时间。黑客大概还有4秒钟，越开，这时候从泉水走出来。旁边佛佛一个大招直接把要进场 Decade 给扑死了。兵线还没续上，人已经复活，最后一个门牙塔，小炮是选择回城再 TP 啊。正面顶上来一剑又一剑， Dogo 是有点苦不堪言了。那这样 TP 一到，两座门牙塔高破腐败锁链还命中，海克选择往后跳，只剩煮水晶的情况下25分钟啊， Weaver 的选择顶上来再打一波，应该是要恭喜 WE 拿下首战，而且打得非常干净利落。是的，25分钟的游戏时间，我们恭喜 WE 对阵到 UP 先拿下第一分。Game two， 就是在节奏端上 ，WE 这把又是领先不少。在中野的联动方面，或者说假设一个 Q 技能的，所以他如果升二级学了一个 W 的话，他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回到队友身边的。老一辈的打野就喜欢二级抓，来到下路直接抬上去想强换 Dogo 这个位置拉开，金克斯的输出空间已经没有。哎，王迪是贴墙想硬换，补攻被操作住，海克尔拿到了一血。这边哎，王迪还是打得太过激进了，可能也没想到海克尔再被多打到一下。贾克斯来到下路 ，Dogo 的状态和双招都不在的情况下，打到 Dogo 了，旁边跳过来，横过来，谁来动手？哎，王迪空技能，这波月塔显得有点粗糙啊，而且一技能还没换到，伤害够了。好在是扛塔扛得很均匀啊。这矮王迪的台，贾克斯的反击风暴都没有。龙的血量下半，对于 UP 来讲，这条龙看起来没那么好接啊。稍微先靠过来了，而且。中路 FOFO 支援的速度也挺快的，看旁边俊伟这时候走过来，算了，那这样 Hacker 有点浪费时间，不如这段时间把自己的上半区野怪收一下，下半区头部开大，没有闪现的一技能靠过来以后 ，Dogo 这个位置交出疾跑，并没有躲掉落的台，那来到了中草的位置，只剩下人头归属的分配，恒拿到了人头，确实也等不太了死队了，不挡掉以后选择换经济啊。这上一塔是有机会直接在这里剪掉，因为贾克斯已经开始控起了自己的第二条小龙。是的，而且当防御塔血量渐渐见底之后，维沃也不敢防守。一技能躲掉了泰坦的钩子，一塔有11分钟的 UP 拿下，而且 Decade 回到下路以后是点不可以，他可以防守住这个 Stay 的进攻，能稳住这个塔的血量。这波佛佛回家直接补出第一件橙装，赶紧过来救一下上路的兄弟。
对面一直在点我的塔，为我如此说道。哎，但风风走了，自己来吧。不可以吧？这个上路那塔不可以给吧？那这样顶回来，推到带回去扛防御塔，俊伟是倒下，但是代价是换掉了对方的二塔，还能接受吧？对，那也是赚的，对。直接叫峡谷先锋，海文迪站到了绕后的位置上。来到中路，应该再点两下，配合到这个峡谷先锋，就可以把中塔给撞掉。矮王帝，这波矮王帝想开，但是开到了俊伟，俊伟在第一时间吃到了很多控制，还有伤害，直接被击杀掉。金克斯点着点着点进了先锋里，他这个应该是点到了地板上。矮王帝出来以后是形成开团，拿到了俊伟的人头，下路也在同步给压力，以后是听牌龙，16分钟又让 W 拿下。想拆下落回来，卡尔玛是从后方来，那这样下一塔是成功的让 UP 换到。你看到我现在乌迪尔是没有 TP 的，上路可以当一直在吃边线，他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来走。主要 Decade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来中路分经验啊，现在导致其实在各方面的经验上都有所落后。那这样贾克斯配合这奎桑提在上路拆塔，确实没有潮虫的加持拆的稍有些慢，但毕竟是贾克斯，一下就轻松的把上路的近乎满血的防御塔拿下。现在5700块钱落后对方200-300。当中被 FOFO 的一个 RQ 血量吓到非常多。是的，现在要特别小心 FOFO 的这个 Q 技能的消耗。是。中路的线解决 ，W 也不处理下路的线了，顶上来在 F6 的位置先行开团，一个 RQ 砸下去 ，Decade 真有点吃不住啊。金克斯是选择直接开这个，打出了自己的被动，配合上大招拿下了 Decade 的人头以后，两枪下去 ，Hacker 也站不太住了。哇，而且 W 在拿到对方第一个击杀之后，是立刻往后撤退，他不给越开一个开心铺的一个机会，把这个位置给站住，剩余人。尝试去打这条龙，旁边 FOFO 还有 Stay 在面对到对方四个人往前压的同时，先行往后撤退。Stay 是被逼出了闪现以后啊，龙魂是成功的拿下。我们一直说立即拉出，因为确实再追就是越开的发挥空间。但镜头下呀 ，Hacker 全场最好的发育啊，被单抓，而且在22分钟大龙刷新的时间点，很微妙。这下看样子应该是，哦，这不是机会吗？这也是没有闪现的，但泰坦要来啊，泰坦得来正面 TP 绕到后方，想开团，在第一时间心铺已经撒过去了，这时候想喷矮王帝已经先行倒下，旁边的风暴身上逃了一个护盾之后，这口救赎成功打了下来，但问题扛不住 DK 再加龙王的伤害，终于找到了一波机会，越开再行向前喷涂，找到 Stay 这个位置是进退两难，选择让 V-Word 前来保护，斗狗的血量被吓得很低，横向战神一样冲了进去，一个人顶住了对方的双 C， 赶走一个杀一个， Decade 的这个位置选择正面来打，配合上斗狗的伤害是终于拿下了终结前夹子没有夹中，但是龙王走过来了，看一下龙王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击杀 Stay， 没有想到后面追了一个 V-Word， 那我先走了，但是也是打停了 W 的大龙进攻，用这波想竞争红区的视野，18秒刷新的远古龙 W 明显不想在远古龙见胜负啊，正面是直接集结开推，而且所有的人被赶到了下方的 UP 啊，暂时没有办法防守高地，那将入口被卡住的同时，风风被打掉了，没闪的被秒了，非常多的血量，男枪配合龙王是斩掉了风风，而且远古龙这时候已经出生了，来看一下给大招给到 Stay 身上，有机会勾到 Stay 吗？对，回到自己队伍的后方，回头开始来打伤害，先摆了一个夹子，这时候矮王帝这时候想要进场一个 RW 是控制住对方前排，再一勾没有勾中，这是持续在找输出的环境、啊、这个电龙魂好难受啊，第一时间 UP 想要拉扯前后的拉打，龙王选择前进，手里有大天铺下来，好像效果一般，但是能减速到 Stay 手里有闪现，再行交出以后 Hacker 跟闪 W 没有命中，这一下可能，但是龙王的终结让龙王斩掉了，但正面再行开打以后脚到一起，横的战斗力很强啊，进去先行斩掉两个，上野可能要把这个团打完了，一技能再进去刀狗被粘住， Weaver 的在侧翼被打掉，但是只剩上野不敢面对横，哇，佛佛在倒下之后也迅速的将 TP 赶往正面战场，但已经被时间段 W 选择三龙
UP 看起来应该是不去了，等月开。360特，你要说的话没有天赋，但 Stay 也没有双招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突破口了。RQ 砸一下呀，这月开其实蛮肉的，月开血条已经上线了。算了，还是，但是这没闪的，要被抓了，啊！被黑客大招一下给击杀掉，但是这边 W 也是把对方最重要的中路 C 位给击杀掉。那旁边威沃的抬起三颗的艾王迪来做一波配合，一个 Q 技能成功的把黑客给拉了回来，最后人头给到风风身上之后，对 UP 来说只剩下三个人了，一个 W 技能打到对方宅子小魂，已经把 UP 的所有人除了兜哥以外都给击杀掉。那回到泉水的兜哥只剩自己，我们要恭喜 WE 32分钟再度拿下 UP 以后，2-0轻取本次收官之战啊，坐镇主场的情况下，最后一场 WE 调整得很好。